那种先天性痣它是会凸起的吗？有的会，很多会啊，很多会。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我本来鼻子上有一颗很大的痣，现在已经处理掉，看不出来了，因为处理掉了。可是我两年前才处理掉，真的。所以我的，人家会觉得它是鼻屎。我的高中同学看到我说，哎，你没有变，可是你的痣不见了。哦。所以我的鼻子啊，对，就是说，对，因为我妹妹长在这边这么大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我为什么会处理掉？就是刚刚徐主任讲的，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变大，自己会担心。可是我小时候我并不会因为有那颗痣，我觉得父母亲的，我刚刚强调父母亲给你的观念很重要。嗯，好，那所以我很正向看待我自己身上的任何东西。那所以。我后来长大是因为觉得它变大了一点点，所以我就找整形外科把它弄处理掉，之后有去做切片，那自己切片出来是良性，自己会比较安心，比较安心。对对对，那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就是看它是不是真的会迅速长大啦，因为它是慢慢的长大，它并不是迅速长大的，所以我才会拖到我到了那么大的年纪才去做处理。对，它是正向，对啊，所以其实 OK 的。哦，很多阿嬷都不正向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要提醒一下阿嬷，因为我在临床上看到的就是说阿嬷会拿什么香去点他，他还小的时候，因为他觉得是婴儿，他自己来点痣，他自己来点痣。还有呢，他去拿比较腐蚀性的酸性的东西，用牙签去把它挑掉。可是那个东西是不能挑掉，所以后来他到门诊的时候，已经发现小孩子已经对已经是溃烂的状态，而且小孩子皮肤真的很嫩，所以说很多阿嬷不要自作聪明，这样反而会留疤。然后他你知道，他弄完之后很糟糕，还赶快拿麻油黑麻油去抹，甚至小孩子那个伤口溃烂是更严重的。是，对，那个时候其实你会发现，像我说我妹妹以前这里也有一个痣，然后我们常叫她在刚好在鼻孔下面，然后我爸常说，你鼻屎怎么老是没事啊？其实那就是要鼻屎痣，可因为它慢慢小，然后变成大，到后来他去处理掉，也是切片之后才发现，它是一个良性的，它也没有在变做恶化的东西。所以就是说，你要慢慢观察它会不会变凸，好，然后痣还是说它有扩散，如果都没有的话，它其实有时候痣不见得不好啊，搞不好是孝顺痣啊，你不要去点它。孝顺痣，对，相对于讲这些痣哈，尤其在脸上的哈，我们大人也是很在意啊哈，像护理长他也是会讲说，主要是从健康的角度看有没有一些癌变的可能，大家从我们的医学的角度，而不要从医学美容的角度的话，就可能你的健康有影响。那瑞提到有所有这些点痣的哈，我们都不认同啊哈，相对我们中医也是一样，这些腐蚀性不管是物理性或化学性的这种点痣法，我想特别都不建议来使用，因为这里面有感染的问题。有时候在点痣当中，你可能甚至把你的癌细胞就往血液淋巴带走了哈，这是很不好的。刚刚我们今天讲的所有这些胎记啦，或痣啊，或者说这种血管瘤，它本身来说哈，都是比较除了美观的问题，最主要是担心有一些压迫神经啊，或者说我们组织的问题。那其他还是要交由专业的医师来做判定，有没有需要治疗，还是它以后会慢慢的渐退。我想还在。特别强调说痣绝对不要自己乱点哈，是危险性太大了。像这种先天性痣，后来会不会长出毛来啊？毛有的会有，对我看过，尤其在脸上的那个会出现。那所以有人说这边说会有一个痣，对不对？还有个毛，然后你就对，那所以很多。他们有的会想要去剃掉嘛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人说毛不能够啊，对，那千万不能剃掉。但如果是女生的话，就是我妹这里真的有一颗有毛，那要叫她剃，她也不愿意剃，因为她觉得她可以升官，好吧？哦，对对对，这个主任的专业，当然有这种毛，这个痣上面长毛的，一般都在真皮层，基本上癌变的机会是又微乎其微一点的。在现代医学有研究过，长毛的痣，它癌变的机会反而是比较少，所以更可以把它剃掉了吗？对，可以主任比较麻烦的地方是在于说，因为它这个你会看到，就是说它这个痣，它上面其实都凹。凹凸凸，对，所以很多家长细孔吗？还是什么？它本身它的那个肤质，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我们是很平滑的，那它就会变成这样凹凹凸凸的。所以如果今天你去剪它，其实还好。可是如果你今天有的妈妈，他们会想要用剃的，那就剃的就老会老低，那就比较麻烦。是。那像我自己，其实我自己我要承认我要自首。我自己这边也有一颗痣啊，我自己这边以前有一颗痣，然后我一直都有着。然后呢？哪一种痣啊？就是一样，就是黑色的比较大颗。那之前它也确实都是会有长毛。然后也是两派说法，有叫我剃，有叫就不要剃。我是不管它，我都一定会剃掉。因为自己觉得实在不好看。是。可是后来我老婆她就受不了了。她说太难看，而且她觉得会变性。他觉得他重要资产就是我，他觉得万一我要是有什么变化的话，会变性，
对，变性变成女性了，怕会变成坏东西，所以我就去把它切掉。嗯，那切完之后呢，我就在我们电梯遇到我们肿瘤科主任。然后他看到我，我就跟他说，他就问我说：“啊，你怎么了？”我就说：“哦，这个有一颗痣，把它剃掉。”马上被他破口大骂，因为对他们来讲，其实这个变成恶性的机会其实大不微乎其微，而且其实我们都还年轻，是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去做，其实不见得是必要。对。可是有时候你也知道，老婆的命令有时候是最伟大的，为了家庭和谐，为了家庭和谐，是还是需要做的。下次要讲说我要当院长，好，所以千万不要替他。他叫我不要当院长，他叫我不要当院长。是，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良性的胎记，讲到这个比较可能有害的胎记，让观众朋友来了解。其实第一点啦。要给医生观察的时间，好，我们不要太心慌。对，好，那么第二点，自己千万不要异想天开，去乱做一些自己觉得好像可以去除掉的东西哈。那最后请四位专家再给我们一些最后的叮咛来。对于先天性胎记来讲的话，其实有各种的处理的方法。那目前有很多比较不像以前那么侵入性的治疗。那各位可以先找专家来看看。然后如果说他真的他做的其实让你有点担心，其实我不排除找第二意见。我们会建议说，其实找第二位专家来看看，或许他有不同的意见，是可以考虑看看。好，罗医师，的确这些胎记来说哈，绝大部分都是良性的，应该是比较多哈。除了还是回到就是说，一些专业医师的判断。好，那在美观部分哈，我也认同护理长强调，就是说当他长大成人哈，自己在人际关系上你觉得有受到一些阻碍的话，自己在做一些医学美容啦，你可以选择一些还是以专业医师的判断。绝对在中医的很强调，就绝对不要自己去点痣啊。好，刚才你看主任的太太也那么强调啊，太太是中医师的，好，所以特别强调说自己处理是最不好的啦，因为有感染的问题，有溃疡，甚至一些不好的细胞就往你的身体到处乱跑啦，特别要强调这一些。罗医师，你赞同那个痣没有好痣这个说法吗？在脸上哈，因为很多医生看到痣就说，哎，你要点要点要点，那我是都没有点过。这个痣无好痣一般从脸部的哈，我们脸部的痣的确在古人相学它就痣无好痣。对呀，像在这个在眼睛下面的话，只要有痣的话，你的这个亲情啊，兄弟宫嘛，这兄弟宫会受到影响。哦，在鼻子就是说你的财帛宫会受到影响。所以不过这个古人他中华文化好几千年哈，不过以现代医学都没有这一些的概念了。我这样看起来很多长痣的也都很好啊，大富大贵很多。像莫文蔚有没有？对。脸上都是痣，对啊，人家也是又会唱歌又会演戏，对，痣无好痣，可是我没看过人没有痣的，对，真的，是啊，30颗起跳，每个人都会有痣，是，认真谁都有，好，来，会长，所以在这边就是要跟大家爸爸妈妈甚至阿公阿妈说，有这样子痣的小朋友，胎记啊，其实是老天爷给的礼物，要很正向的看待它，好，那给我们小儿科这边给孩子观察的时间是，好，那所以就是不要过度担心，没有，如果大家跟我一样都是有当妈的那个经验，或现在在当妈妈的，其实当碰到痣真的不要害怕，因为有时候人小志气高，好吗？那个痣啊，搞到就是其实是一个好事情，也不见得是坏事。但是还是要交给专业医生，我想强调专业医生处理才可以让你维护到一个很好的皮肤跟身体。好，谢谢专家，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